眨下眼，容祖儿红馆歌唱嚟到最后一场。祖儿开 show 前先同工作人员喺红馆门外进行拜神仪式，祈求演出顺利。苏永康夫妇、林超贤导演、温碧霞夫妇、迪波拉、周秀娜、马天佑、余德成、祖儿妈咪同经理人 Manny、张敬轩、何太梁安琪、杨秀成夫妇同儿子杨正龙等都有到场睇 show， 而祖儿为答谢粉丝一直以嚟嘅支持，呢晚唔单止提早开 show， 施尽浑身解数表演，最后佢仲 encore 咗两次，唱到12:30先完场，认真犀利啊！张学友、刘德华等先后担任祖儿歌唱嘉宾，粉丝们都好期待终极一场，祖儿会邀请边位天王巨星嚟助阵？能够令祖儿喺台上兴奋到手舞足蹈、不顾仪态嘅，只唔系佢邀请到甚少做嘉宾嘅黎明咯。可以，可以啊！同埋我想同你傾下偈啊！好啊，你傾偈啊！你知傾偈時候可唔可以唔拖住？點解啫？我留翻手拖過嚟。OK， 好。哎呀，好忙噶。祖儿对住 Neon 深深眼，难掩兴奋嘅心情，难怪佢都话揾翻初恋嘅感觉啊！有个同学，佢就递咗张面帽纸俾我，佢话：嗱，俾你嘅，我咩嚟噶？黎明嘅电话号码。系喎。我咁犀利电话嚟。是啊，嗰時你賣嗰啲天地線嗰啲啊嘛，所以大家咧就會話呢個就係黎明嘅電話號碼，你今晚打俾佢啊咁樣講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忐忑咗一晚。係。我諗究竟打唔打俾佢好咧？嗯。究竟我會同佢講啲咩好咧？咁我終於就鼓起勇氣打啦。佢打咗通咗，跟住吸線。因為你知點解？點解？因為我驚我唔係阿 May 啊。阿 May 嘅名佢作出嚟嘅啫。我不知道為何有時即五條是有一個May出現過的，我人生裡面。在你人生裡面？有有有，不止一個May。那我都很美，即有時有時哎你好叫什麼名字阿May啊，哎你好叫什麼名字阿May啊。今晚你見到 Leon 啦，仲可以攬住佢，有冇好初戀嘅感覺？有啊，我直情想換翻件校服啊！係啊，咁啊，當然喺台上面講嘅所有嘢，我自己都好失儀啦，同埋即係太過熱情啦。佢都話唔俾我拖佢隻手，同埋佢要俾，淨係佢隻手係俾佢女啦。咁但係我都唔緊要嘅，我覺得呢個時間實在太珍貴。如果我唔將我心裏面想講嘅嘢講曬出嚟咧，我會後悔啊。咁所以就失禮啲都要咯。祖兒首場歌唱因為舞台機關故障，令演出有啲唔完美，令佢相當意外。雖然表演最終順利完成，但祖兒就話：如果當晚冇學友嘅支持，自己未必可以完成整個 show 啊！第一日嘅時候，我自己都接近崩潰嘅，因為我冇諗過我辛苦咗籌備咗咁多個月嘅一個演出，第一場係會 collapse 咯。咁即係我會。好失望啊，其實，但係我又要好堅強咁樣去做埋佢。去到 quick change 第二三次嘅時候，我嘅台下見到我咁嘅款啦，嗰條頭巾咧都出咗三條嗰啲青筋出嚟啦。咁佢就同我講：堅持落去，學友好快就會上台，佢會支持你。咁呢一下咧係俾到我一個即係救命啊！然之後直到佢出嚟，我覺得好似～在茫茫的大海裏面找到一個救生圈，他給了很多力量我，由他答應我做演唱會 到當晚，他真的是一個好像一個光圈，一個神一樣。
係啊，同埋佢喺台上面對我嘅認可，咁啊好多謝佢咯。嗯。Zoey 今次開 show 碌盡人情卡，邀請多位好友為佢站台做嘉賓，令每晚表演都相當精彩。相信 Zoey 都要諗計還依份人情債啦。佢對我嘅愛護，我一一都喺個心裏邊，我都預咗噶啦。他朝有一日，如果佢哋19位嘉賓需要我做佢哋演唱會嘉賓，我一定會做曬佢嘅。係啊。即係驚佢哋唔請嘅啫。你啲嘉賓全部都咁勁，晚晚都星光熠熠，會唔會覺得自己張人情卡已經碌爆了？爆咗㗎啦！我都唔知道要還到幾時之後，係啊。邊度有冇係啊係啊，但係我覺得佢亦都可以幫我諗下，可以考慮一下做一個歌舞劇咯。佢咁係咯，佢喺電影界又巨子曬㗎啦。咁可以即係發揮一下佢嘅所長啦，又可以帶挈下我咁樣咯。